真的没想过居然会现场唱这首歌哦，真的、啊、哦当时录的时候就觉得啊，那把这首歌时间的往男的去录吧，反正也不会唱他。都说了不要立 flag 了吗？周深昨晚的卡地亚舞台超级惊艳，非常的震撼，一面澄澈如水，一面汹涌四海。好家伙，这么帅气的周深是真的存在的吗？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周深惊艳亮相活动现场，皮裤领带精致男，满手戒指，自信笑容，双面魅力的贵气周深，让人大呼过瘾。深深又帅又酷，简直美爆了。一首光亮大气深情款款，令人荡气回肠，戏腔更是绝美。一首美好的世界又燃又炸，惊爆全场。两首歌不同风格，都能轻松的驾驭，尽显他的双面魅力，多种声线完美呈现，唱出世界最强音，唱出人生的精彩。周深真的是可盐可甜的双面魅力，有网友惊呼：我摊牌了，我彻底摊牌了，我不想再低调，我要宣告天下，我要这妈粉皮有何用，谁要谁拿去，我不但是妈妈粉，我现在就是颜值粉，连歌迷都不想当了，我就是想当一阵子颜粉。是啊，有才的网友始终在线，周深啊周深，硬是上帝打翻银河，星星掉落凡间，才有这水面波光粼粼，你的眼眸里有浩瀚星辰。在卡地亚双面魅力派对红毯上，周深向众多网友和粉丝分享了对双面魅力的理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双面性，大家都会有静的状态，也都会有动的状态，就像每个人生活当中会笑会哭会沮丧，然后会就是啊大声呐喊，这种状态都有。而且我自己觉得双面性它很多时候反而会是也有点像大家经常说的舒适圈这个词吧，其实你去离开舒适圈去做新的挑战，我自己觉得也是一个双面性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一直都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不停地探索自己，并首次演唱了一首自己风格非常不同的新歌。对对对，快去看双面帅气大哥，快去看国风唱将周深的魅力舞台，快去听天籁歌手的美妙歌声，他有无限的可能，他永远值得期待。大家可能对我的印象是比较飘渺一些的，然后到后面会唱一些戏腔，大家觉得哎，这好像是我的另外一面，但到后面我觉得像我今天接下来要表演的一首歌才是我的另外一面嘛，我觉得那个反差会更大。